关于我在布达拉宫附近拉旗帜被偷，有趣的还在后面。给阿Sir行一下江湖礼仪。我不出言。你这上面写的内容是什么？就是朋友的名字而已。什么？朋友的名字。你这把说好。好。写了什么？写了什么内容？我先看一下。OK。这朋友的名字。好。都是名字吗？都是名字。对。我梦寐以求是真爱和自由。这写这个字是什么？嗯，没有，就是一句有意义一点的话。我是骑摩托车过来的。你给我解释一下，这是什么内容？好，就是我是追求自由和真爱的嘛。我梦寐以求是真爱和自由。对对。为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啊？这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我们解释一下，就是上班上的太疲劳了，想放，就是想去外面看看一下世界。对对，放纵一下自我。你们其他地方不知道可不可以给其他地方问？为布达拉宫背景的都不允许。好 ，OK OK。我刚刚已经说了，我这边需要做个登记，然后你直接过去啊。好好的。对你任何影响都没有啊。好的。什么时候到的拉萨嘛？昨天。昨天是吧？6月26。哦，好好。摩托车过来。好好好好，你们正常拍照的话可以。嗯，好。但连任何党旗国旗也都不允许拉的。好嘞。那些容易为民族不利的那种批字。嗯、对。ID 显示的是这边嘛，又找的就是你们。啊。又麻烦得很。对。你们正常拍照的话可以，我们没人阻拦，也不没地方弄嘛。就是其他人乱批字那上面。那样的话不好影响，是吧？是不是？麻烦这边签个字。好嘞，你看完之后，给你写了啊，这边。好嘞。告知相关规定后放行。嗯，好嘞。其他任何影响都没有啊，给你。往回走啊，这边过不去，这边是非机动车道。你是本地藏族人吗？对对对。好嘞。因为我普通话也不太好。可以了。任何方面解释的有点吞吞吐吐，也不好意思啊。没事没事。我是个。少数民族干部。少数民族干部。对对对。可以的吧。对。那辛苦了，已经告知清楚了啊。好，麻烦你们。谢谢。没事。告知一下大家，布达拉宫是不可以拉旗帜的，否则就像我一样。